观世音菩萨在世人的印象中有两种的形象，一个是古印度时期流传下来观音菩萨像，另外一个是佛教传入中土了后所呈现的塑像。观音菩萨是闻声救苦、大慈大悲的正幻明如来，成就解脱众生、离苦得乐的悲愿，道家诸行来到娑婆世界度化众生。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有讲到，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，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清明，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，皆得解脱。观世音是观世间纷纷众生的忧悲苦恼，清除众生的痛苦，解脱度化到极乐世界。千处祈求千处应，苦海常作渡人舟。欢迎收看《观音菩萨传》。六波罗蜜是大圣菩萨修行的法门，其中以布施为首。布施的目的在度脱简贪的习气。同样行布施，因为所发的愿不同，感召的果报也不同。一般人总以为布施的数量越多，品质越好，价值越高，就能获得更大的福报。然而布施的功德不在所施之物的价值，而在发心是否恭敬清净。有智慧的人常怀欢喜净信心行善布施，念念恒思利他的同时，也是在破除我执，舍除兼贪，进一步明了三轮体空的道理，不执着施者、受者及所施物。虽行布施，却不着布施之相，不仅透过布施利他，也成就自利解脱之道。以前有一户人家姓张，只有一个孤囝人丁淡薄。张大娘每天在观音菩萨胸前祈祷，希望可以再再生一个孩子。菩萨真灵验，真正让张大娘求助成功。可是大娘生下来却是一个怣孩子，呆头呆脑，什么都不会做，到八九岁才会向开嘴说话。张大爷真无喜欢这个后生，拢直接叫伊怣囝。怣囝大汉了后，喜欢父亲去田里做工课，学习用经犁并土。一天，怣囝一学着的，张大爷就将并土的工课交互伊做，伊家己去无用别项工课。无想到怣囝伊就一直往前做落去，嘛将其他的人引导的田地做花苞班，一直到拄到一条大水沟过袂去，伊才停落来。张大爷看到气甲大声骂伊，也揢钉条动手要拍伊。哪知影怣囝伫这个时阵竟然讲话啊！伊讲，父亲何必爱这么生气，不管是对一户人家的田，早晚都是爱冰土，我只不过是顺便利益，先帮大家做好，这样有什么不对呢？咱好心帮助别人，将来别人也会来帮助咱的。这话给张大爷听了是要哭也不是，要笑也不是，以后伊就不爱搁再和伊个怣囝去耕田啊。后来怣囝伊个大兄被朝廷征调去外地服兵役，真长个时间拢无转来，嘛无写一张批。张大爷甲张大娘拢真烦恼，因个心内咧想，大囝可能已经伫前线阵死去啊，正会无消无息。夫妻两个人每天都艰苦甲唉声叹气，恰恰流目屎。怣囝看父母每天都这么伤心，
大概也遇到是什么原因啊？有一天，伊跪伫两位老大人的面头前，伊讲：“恁是因为大兄的下落不明，才会这么烦恼忧愁吗？既然是安尼，不如我得去镇上将大兄找回来。”张大爷甲张大娘听到非常的紧张，心内在想：这个戆囡仔无伫半途迷路，被人骗去就袂歹啊！哪有办法家己去镇区呢？戆囝转胸坎挂保证讲，伊一定会找到大兄。啊，伊的爸母赶紧准备一挂衫裤、甲日用品，予伊扎伫个路上。张大爷夫妻看戆囝一副真有自信的表情，心内在想。反正也无其他的办法，不如得试看卖，不一定真正有意外的好消息。张大娘得赶紧去准备简单的行李，交予伊的公囝。愚痴是导致众生轮回受苦的原因，对治愚痴的方法是智慧。八大人觉经里说：“愚痴生死，菩萨常念，广学多闻，增长智慧，成就辩才。”教化一切，吸引大乐。人虽有聪明才智的差别，但能够有所成就的，往往是具有坚定信心的人。所以经典中说：“信为道源功德母，长养一切诸善根。”信心能产生力量，是成功的前进动力，是成就一切功德的基础。相信因果的道理，相信一切万事万物都是因缘和合而生，相信现在所做的一切善事、一切努力，都是在累积福慧资粮，成就未来的果报。具足修行成就的信心，建立正知见，在因地上努力，即便这一世没有成就，未来也能有开花结果的一天。在动乱的时刻，不安的年代，观世音菩萨就是抚慰人心安定的力量，伊予咱相信生活处处有光明，家己清净，风尘就有机会清净，自心平安，世间就有机会平安。感恩护持节目制作经费，画播的号码42274784，号名是方法界基金会。第二天一透早，王囝向乡亲拜别了后，就出发去镇区。要离开进前，张大娘一直叮咛这交代那，惊囡仔会出意外。结果，伊的担忧根本就是多余的，因为王囝当天下暗就回来了，也真欢喜对伊的爸母讲：“大兄即马真平安。”只是镇区的任务较无闲，才会无时间写批回来。张大爷夫妻当然是不相信这个戆囝所讲的话，戆囝就拿出大兄写的家书交予父亲。张大爷拍开一看，这确实是伊大汉后生的笔迹。夫妻两个人的心情是又惊又喜，一方面欢喜大汉后生平安无代志，也好好活嘞。当时嘛感觉奇怪，对车去到镇区，安怎算拢有上万公里的路程？公囝为虾米会当伫一天来回？看来伊毋是一个普通的囡仔。从此以后，伊的爸母无搁再叫伊公囝，拢改叫伊做万回。有一天，张家来一位大名鼎鼎的法师，正是要前往佛国取经的玄奘法师。原来玄奘法师曾经在前往西域的途中挂单在一间寺院，并且在寺院内其中一个佛龛边的条啊，看到一段话，内底写着：“观音菩萨万回被贬做到东土的民乡接受外人教化。”
玄奘法师将这段话牢牢记在心中。伊完成取经的任务了后，马上就来到文乡，见人就问：“今仔敢有一个万回大师？我真希望甲伊见一面。”居民对法师讲：“遮无虾米万回大师，不过有一个戆囝，伊叫做万回。”居民大家开始你一句我一句，将万回伊的生平全部拢讲予玄奘法师了解。玄奘法师听完，也马上来到张家，一真恭敬向万回行礼，也送伊圣衣、陶板、各种的法器，同时为万回讲解佛法，讲明伊家己来遮的因缘。然后法师才离开。玄奘法师离开后不外久，万回亲像是瞬间顿悟，生出智慧，唔呐对世间的人事物有一番的见解，也借机教化其他的人，无搁再戆戆过日子。最后，万回出家，虔心礼佛，成为一代歌星。佛陀成道时曾感叹：“奇哉奇哉，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只因妄想执着而不证得。”虽说佛性本具，但却不是人人都能觉察觉照心中的妄想执着。所谓扫地扫地扫心地，心地不扫空扫地。除了扫除外在的尘垢之外，还要去除心中的尘垢，烦恼除尽，智慧自然彰显。所以只要我们能够安住正念，即便稀松平常的扫地，也能成为修行的下手处。时时觉察自己的心念，就像扫地般扫掉心中的贪嗔痴慢疑，让自己不被无明烦恼障蔽，生出真正的慈悲与智慧。进一步发愿扫除尘垢，当愿众生眼根清净，常登觉地；净除心垢，当愿众生永断习气，一尘不立。阿行甲小魂，因是真恩爱的夫妻，唯一的遗憾就是两个无囡仔。第二个被破损的阿行父母，逐天拢为着这件代志咧苦恼。阿行伊是孤囝，嘛是地方上有头有面的名门望族，家族的事业那是无子女继承，这是一件真头痛的代志。所以阿行的父母四处去求神问卜，也找了真济求助的避风来予小魂食。日子一天一天过去，小魂的巴肚也是无消息。阿成的父母已经无耐性了，因将未生的责任拢撒予小魂，对小魂处处刁难，讲话真歹听。搁较离谱的是，因两个老人打算要去装卡，开钱买一个少年的祖囡仔，准备要予阿成做细姨，希望伊会生一个囡仔来传宗接代。可是阿成无同意父母的做法，伊认为凡事拢爱讲究缘分，顺其自然，无囡仔嘛袂要紧，所以伊就坚持唔肯娶细姨。父母看后生这么固执，安怎讲拢讲袂听，干脆温骂阿成，先将祖囡仔买转来，然后又威胁小魂。设计将阿成灌予酒醉，等到阿成醉到唔知影人，才让伊甲祖囡仔困做伙。到时阵，生米煮成食饭，阿成就算唔答应，嘛袂赴啊。娶婿伊的计划进行真顺利。即天下暗，醉茫茫的阿成被佣人送入来祖囡仔房间。伊以为坐伫眠床边的人是伊家己的太太小魂，就将伊揪过来揽伫怀中。
正准备要倒落去的时阵，阿贤发现，干那小看唔对，因为伊听到伊男的诶，这个人竟然咧哭，而且哭声真伤心。阿贤马上将手放开，规个人也清醒过来。伊看清楚，才发现这个左囡仔伊并无熟悉。伊惊一条问对方：“这到底是安怎？”左囡仔哪哭哪讲出代志的经过，包括设计阿贤的过程，也佮有伊家己为虾米会愿意袂来遮做人说伊的苦衷。原来这个左囡仔伊的父亲是佃农，收入真少。几个月前，伊的母亲佮破病真严重，爱一笔医药费。父亲不得已先去借钱来用。虽然伊的母亲的病医好啊，但是因为因无钱通啊行人，父亲只好忍痛将左囝卖予单家做细姨，用聘金去行钱。常言道，色字头上一把刀，色身是五蕴假合，终归幻灭。色欲障道，有爱染贪着，便要生死轮回。正所谓有生皆苦，谁得而安。凡夫众生贪着这四大假合之身，于是造种种业，染种种习气，看见美色心生贪爱，与人争执就起嗔心。所以佛陀成道后，在鹿野苑为五比丘三转四地法轮，此是苦逼迫性。不了解这是苦，放任不正确的知见，产生不正当的行为，逼迫身心不得自在。所有饥渴、嗔恚、惊怖和色欲等灾祸，都是因为执着色身。错误的知见是一切苦恼的根本，也是祸患的根源。想要脱离世间的苦痛，就要懂得收摄身心。唯有达到中道实相，才能证得涅槃境界。阿贤对这个左囡仔本来就无非分之想，听完伊的遭遇，更加同情伊。所以阿贤决定要将左囡仔清清白白献予因厝的人。一天下暗，阿贤予左囡仔困伫个眠床，伊家己搬一条椅啊，坐伫门边歇困。等到隔天一早，趁其他的人拢还袂起床，阿贤赶紧叫马车送左囡仔离开。要离开之前，阿贤阁予左囡仔一笔钱，予因厝内底人以后拢会当平平安安过日子，袂阁有不幸的代志发生。阿贤的爸母起床了后，就知影这件代志。带细伊的嫁苗失败，因两个人心内当然非常的生气，一直咒骂后生不好，甚至也牵拖到小云的身上，将怨气拢总出伫小云的头壳顶。爸母这么无理的行为，也阁有咒骂，让小云受到真大的精神压力。阿贤虽然唔甘太太受尽委屈，但是伊阁想袂出办法会当解决。后来，阿贤伫家己经营的饭馆，听到人客咧开讲，因咧讲隔壁城镇的半龙山有一座寺院，供奉上主观音，非常的灵验。不管是啥物人，只要诚心诚意向上主观音祈求，拢会当顺利救得囡仔。有囡仔的人家嘛是会当祈求菩萨保庇囡仔健康大汉。阿贤听到这件代志，伊的心内真激动，伊在想，终于有办法会当解决伊无囡仔的问题啊！阿贤真心动，赶紧等伊甲小云参详。两个人拢认为应该爱来去试看卖，所以就准备真丰富的奖品，决定明仔载就要去盘龙山。
向上主观音上香祷告，没想到天公伯啊不帮忙，一天天气不稳定，一直落绵绵雨，再加上盘龙山的山势本来就很危险很难走，所以寺院很冷清，只有几个师傅在清扫大殿，香客看看也没几个人。阿贤和小魂感觉香客这么少这样比较好，不用人客人，他们可以有多一点时间好好向菩萨许愿，说他们的心里话。男女间的欲爱、色爱会让人产生无明烦恼，如果缺乏定力、智慧，就会失去做主的能力。所谓痴爱便是生死根，不拔其根难解脱。痴爱是愚痴，和男女间的欲爱、色爱，有了妄想、爱着，便会产生种种烦恼，就必须再来轮回受苦。如果不能把男女间的欲爱、色爱、愚痴的念头转过来，心永远在烦恼中，永远在轮回受苦中。修行就是要调身、调心，保持正念，断除欲爱、色爱，还要修福、修慧。想要转世成智，就要从信念上着手，不放纵情欲，过知足常乐的生活。感谢您的收看《观音菩萨传》，我们下次再会。在动乱的时刻、不安的年代，观世音菩萨就是抚慰人心、安定的力量。伊予咱相信，生活处处有光明，家己清净，风尘就有机会清净；自心平安，世间就有机会平安。感恩扶持节目制作经费，画布的号码。42274784，户名是方法界基金会。常做